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现在就为大家来一场全红九八 C 联机版的对决说，现在一批首发这个将军，二批拜仁，我们来看这场对决。好，拜仁这个会吸血啊，是个吸血狂魔的这个将军。将军直接打了个逆向，直接来了四连。哎，拜仁闪过去，给他个二连，在空中旋转。还是被这个吸血将军抓到啊，追地以后再吸血，连一下搞到空中继续吸血。我去，这将军真是疯狂了，追地以后再吸一把，这一套快把拜仁给吸死了，但是这个将军的血也快加满了，真是太漂亮。又被将军抓到继续吸，非要吸满啊。好，投下盘，拜仁挂掉，真是非常的猛啊。现在来看第二盘，看那个真物出场。好，将军首先来一波真物升龙，还是被将军抓到追地以后吸一把，这一次将军的血彻底满了，感觉这个将军是特别变态的人物啊。又吸一把彻底满上，追地以后继续吸上必杀，一个大招吸一下啊，36连37连，真物挂掉了，太惨了，这真物死的。这一次EP打得太变态啊。现在来看第三场，看那个克拉克出场。好，克拉克进攻依然猛烈。好，继续进攻，追下盘，直接上吸血搞一下，没吸啊，这一次是炸弹。这个将军简直是好猛啊，打的。哎，克拉克强反抓摔，踢起来再踢，连续的踢啊。好，偷下盘，将军被虐的也是好惨这一次。好，再上必杀轰起来，被炸到了。好，现在克拉克爆气，现在将军再上必杀，克拉克也挂掉，